好，现在锅巴呢，在这个 Bangkok Marriott Market 酒店哦。那么这边呢，是全亚洲第一间冠上 Market 侯爵系列的酒店，因为呢，它在万豪酒店里面有超过1000多间客房，1300多间吧，非常大。它原来呢是这个 Imperial Queen's Park 酒店，是很旧的，之前中华航空的总部都住在这里，那现在是改建过之后也换了平台，变成超五星级的。那我住在这个呢，是有这个 M Club Suite。非常棒的套房，其实很方便，很大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这边有客厅、沙发，然后呢，卧室也很大，然后再来呢就是浴缸了，浴缸每一间厕所都分开的。那么这边住上一晚呢，大概呢是8000多泰铢，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呢，哇，不便宜哦，1600左右，但是呢，可以将这个曼谷花园啊、泳池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曼谷的天际线呢，都收在眼里看，三面采光，非常的好。